KK 事业线挑机，珠船争批小鹏鹏。晴月海岸线出得最多的不是海岸线，是事业线。前晚那集终于轮到，不是珠船，是 KK 啊！哇！胸肌、腹肌、二头肌，56岁人仲 keep 到张家辉的身影，难怪剧中的珠船都为你倾情，仲话要杀咗阿卢远恩啊，同 KK 长相厮守。不过最后就梗系辛苦小鹏鹏啦。两年前就拍咗个广告，咁啊更加一路 keep 住咁解。得闲我就自己喺屋企又做下，咁啊有时得闲我落街跑下步啊。如果我哋有一个效应，大家都 keep 下个身体嘅话，我觉得对大家都系一个健康嚟讲系好处咯。话迟啲拍新剧会再 show off 啊，就放心死班师奶啦。